掀开经本，迦牟罗王长行第九句看起，普观海，迦牟罗王得了知一切众生身，而为现行解脱门。清凉在这一句经文呢，给我们提示的是现同类身，方便调伏。这个意思跟观世音菩萨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同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所以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，佛菩萨没有，我们要晓得所有一切众生都没有一定的身相啊，我们要细细从这个地方体会。从粗相上来看，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轮回，舍身受身的，不可能呢有同样的一个身相出现。纵然是你修集善业，你得人身，你前世人身的这个身相跟这一世绝对不会相同。我们要执着一个身相是决定错误的。如果细密的去观察呢，这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说了很多，我们的心刹那刹那在变化，心是主宰啊，身相是心所现的、所变的。佛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这个身相呢，就是一切法，无不是从心想生的。这个心想刹那刹那不一样，所以这个相貌刹那刹那在改变啊！我们凡夫粗心大意没看出来，诸佛菩萨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前一念的身相跟后一念的身相决定不是一个啊，虽不是一个，相差无几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后一个相是前面那个相的相续相啊，决定有变化，但是这个变化了不太大啊，所以你看不出来。在世法里头，我们有时候啊也会发现很熟悉的老朋友，隔了几年没见面，这一见面呢不认识了啊，相貌改变了啊，他给我打招呼啊，说出来之后，哦，我才恍然的时候仔细一看，哎，不是他吗？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忧虑烦恼的事情太多了，
所以相貌改变了。啊，正应是应了这个算命看相的人说，相随心转。如果你的心清净，你的心善，啊，善良，你的身体相貌啊，越变越好。啊，如果心底不善，常常有恶念恶行，你的相貌越变会越恐怖。不是别人造的，是自己造的。任何外援讲老实话都没有影响你，而是你自己接受这些外援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佛菩萨圣人教人啊，教的什么？教我们做一个正常人啊，正常人就是圣人，正常人就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正常人啊。啊，六道凡夫不正常，连十法界也不见得正常啊，虽不正常呢，接近正常，没有完全正常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菩萨在此地了知一切众生身，这从相上说。为什么了知一切众生身呢？了知一切众生心念，从身相啊就知道他的心念啊，从心念呢就知道他的相状，这个里头互为表里，互为因果。菩萨一定先同类身来帮助他，虽现的同类身，要记住，这不是同流合污。同类身里面的佛菩萨，这就是天台大师讲的百界千如了。啊，通常讲十法界，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居住十法界，譬如我们人法界，啊，我们的人身，佛菩萨到我们这个时间帮助我们也现人身，啊，但是我们是人中的凡夫，他是人中的佛陀，人中的菩萨，啊，给人道众生做个好榜样啊，让这一道众生能够回头是岸，能够转凡成圣。那到畜生道里面去度畜生，他一定现畜生的形象，而是畜生道里面的佛，畜生道里面的菩萨。啊，让这些畜生道向他学习。啊，帮助这一道的众生回头是岸。啊，净宗里头有一个小册子叫《悟有如此》，啊，也许有些同学们看过，那里头完全讲的畜生道，佛菩萨在里头实现。啊，悟有如此这个小册子里面记载是畜生念佛往生的，不可思议。
阴城回忆录里面，地仙老和尚说了一个故事啊，温州头陀寺攻击念佛往生的啊，这是他亲自见到的。那个时候地贤法师在头陀寺做住持啊，这是早年呢，寺庙里头连时钟都没有啊，啊，什么时候上早课都开听鸡叫啊，这公鸡报晓啊，早晨鸡叫的时候就大家起床啊，做早课，这个公鸡跟到大家一起上殿啊，早晚殿他都参加。啊，过堂吃饭的时候他也在斋堂啊，这个掉在地下这些米饭呢啊，这个公鸡都会把它吃得很干净。啊，往生那一天他说形象很奇怪。啊，扩充完毕之后他没有走。他还在那个大殿里头绕佛啊，香灯师告诉他这里要关门了，赶快出去啊，他也不听啊，绕了几圈站在这个大殿当中啊，面对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，站着死的，公鸡站着往生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佛菩萨就现什么身啊。啊，以后这个公鸡啊就葬在这个头陀寺的山后面。啊，那么最近我们在澳洲，我们道场这个有几棵大树啊，所以鸟很多，其中有三只鸟念阿弥陀佛啊，悟勇寺教的啊，悟勇寺住在那边的时候每天早晨喂鸟，教这些鸟念阿弥陀佛，哎，居然有三只会念，哎，念得很清楚啊，现在这个鸟还常常到道场来念佛啊。那么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冷静思维，要细心去观察，虚空法界确确实实是共同一法身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习当中啊，有意无意提醒大家希望大家把这句话了深深地印在阿赖耶识里头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啊，就好像我们这一个身体，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。不同的众生呢，就是身上不同的细胞啊。十法界呢，就好像身体十个不同的器官部位，是一不是二，任何地方出现麻烦了，大
大家一定越先去帮助他。啊，为什么帮助呢？佛家讲的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啊，缘是条件，无缘是无条件啊。啊，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很多人不晓得，不晓得是迷，不晓得就叫迷，晓得就是悟啊。事出世间法了，就是迷悟不通而已。啊，为什么有些人会那么执着，那么自私？迷得太深了。啊，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样的大方，那么慷慨，那么放得下？啊，那是觉悟了。彻底觉悟就是诸佛菩萨了。啊，为我们所表演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佛啊，至少啊这经本还不能放下。放下我们的修学就没有依靠了。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觉悟的程度不够。够不够的标准是什么？是见性。我们没有见性。如果见性之后啊，要不要这些文字呢？不要了。见性之后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，跟设方一切诸佛所说的法决定是相应的。啊，所以是佛佛道同啊。见性就同了，性是什么？真心呐。妄心，每一个人不一样；真心，每个人相同的。啊，真心菩提心呐，相同的。啊，妄心是什么呢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各个人不相同。啊，妄心里头有冲突，真心里头没有冲突，啊，真心是相同的。我们为了讲解方便起见，啊，将真心归纳五种，啊，实际上就是菩提心。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是相同的。迷失了真心呢，才不同啊！啊，所以法身大师他们的智慧、见解、神通、道理都平等了，啊，都相同了。试问还要不要这些书籍呢？不要了。有没有证明呢？有。在中国唐朝六祖慧能大师，人家明心见性的，不需要书籍，
你对于典籍有不明了的地方，你念给他听，他给你讲解，他的讲解就能帮助你开悟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今天学佛，希望成就佛法，没有别的，决定要开悟，转迷为悟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我们为什么开不了悟？业障太重了。所以佛教初学叫我们转恶为善，目的在哪呢？消除业障。我们不能够转恶为善，要想转迷为悟啊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烦恼习气没断，纵然是悟，是相似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富奴那尊者跟这个阿难，那是很好的例子。阿难听佛说楞严经，听懂了，开悟了，烦恼障没断。执政的出国这个悟呢，我们讲的是解悟不是正悟他能够理解，但是不是他自己的境界。富奴那尊者证得四果阿罗汉，对佛说的说经的意思他听不懂。这是什么呢？所智障重，烦恼障轻。所智障，这我们今天讲成见啊，坚固执着他的成见。障碍了破迷开悟，我们的修学必须从烦恼障下手，天经地义。烦恼障不除，纵然开悟是相似的，是解悟。不是正悟，依旧不能解决问题，不能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心量要脱开。真正明了世间不同的国土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类别的一切众生，都是业报变现出来的。诸佛如来大慈大悲，平等的度化一切众生，那就是哪一类里面佛菩萨都化身啊。
啊，我们今天在人道，人的种类也很多，啊，也有许多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肤色，啊，不同的文化背景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啊，佛要教这些众生一个方法，做不到啊，也需要用无量无边的方法，所以才有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啊，无量方法，这里面我们一定就要联想到，它有无量的身形，啊，而为现行的。啊，这样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世间所有的圣者都是佛菩萨化身。我们心量脱开了，我们才能真正呢站到普贤行的边缘了。礼敬诸佛，啊，世间所有宗教的这些创始人、宗教领袖、传教士，无一不是佛菩萨实现的。啊，我们不再有分别，不再有执着，不再存轻慢之心了。啊，社会当中各个阶层贤明的领导人也都是诸佛菩萨实现的。啊，像华严经上所讲的，啊，舍利菩萨示现为欲界色界的天王，啊，以善法教化众生，啊，四王天、桃李天，这是欲界最接近人道的天人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们是以十善教化众生，上品十善。于是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如果能修上品十善，就把这个人世间呢转变为桃李天、四方天了。啊，人心转了，境界就转了。啊，所以我曾经遇到有人问，啊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天堂在哪里？我说就在此地。你的心要是佛心，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。你的心不是佛心，极乐世界你决定找不到。啊，肯定有，你找不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嘛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。然后我们再看看，回过头来看其他宗教经典，
人家经典也放光明了，我们看出来了。啊，也是字字句句都从真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啊，这正是大经里面所讲的，云人说法，无法不云。啊，问题，我们要真正觉悟，啊，启发自己自信本具圆满智慧，然后看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圆满。这桩事情关键的所在，根本的障碍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自私自利，这是根本障碍。啊，见思烦恼里面头一个，身见，啊，执着这个身是自己，从身见里面产生严重的自私自利。这是根本的障碍啊，这个障碍不除啊，其他的障碍通通都除不了。我们怎么能成就？啊，所以佛教人断烦恼从哪里断呢？头一个身见。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，你才能入门。啊，在大乘法里面，初性位的菩萨；啊，小乘法里面，初果须陀洹。啊，这才入门呐。啊，你想想看。这是古人呢，为说法方便起见，把它归纳五大类啊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个五种错误见解，完全舍弃掉了，你才入佛门。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出不了三界，还是在六道里头轮回，啊！不过，保证你呀不会堕三恶道了。啊，三恶道的业因有，三恶道的缘没有了。啊，虽有三恶道的业因呢，不会起现行，这保证你不会堕三恶道。你出不了三界，要想出三界呢，必须还要断八十一品私惑。啊，这个私惑也分六大类呀。啊，我们常讲的六个根本烦恼。啊，贪嗔痴慢疑。啊，后面个恶见。恶见就是见惑，啊，就是五条的见惑，啊，这惑起来，啊，五种见解上的错误，啊，见解上的迷惑，五种思想上的迷惑。啊，这个叫见思烦恼啊，变现出六道轮回。如果见思烦恼断了，轮回就没有了，就像做梦一样，让梦醒了。啊，密
六道轮回了不可得。虽然了不可得，佛菩萨慈悲，因地上发的宏大誓愿，决定不是虚妄的。六道众生有感，他决定有因。普观海菩萨就是说明感应道交啊，众生有感，菩萨就有应了。帮助苦难众生，苦难众生里面，这佛法里常说，佛不度无缘众生，不是佛不度，不是佛不教啊。什么叫无缘呢？无缘他不信，这个没有缘；信了不解也没有缘；解了不行也没有缘；行了不能证还是没有缘。什么叫有缘众生呢？闻到佛法之后，接触到佛法之后，真正肯去干，信解行证，这个人有缘。这个人呢，遇到佛菩萨，一生当中必定得度。这个道理我没有懂。事实真相更应该清楚，所以誓缘决定要随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决定不可以攀缘，攀缘就错了。多少人学道而不能成就，原因都是没有办法离开攀缘。攀缘是严重的习气。这个方办法现象啊，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？唯一的方法呢，还是要多听经教。必须让佛法熏习这个力量超过自己的业力，我们才能回头。所以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什么要讲经说法49年？帮助不少众生回头了。往后的这些众生为什么回不了头来？没有这个缘分。在过去这个时代，到哪里去听经？那么现在这个时代，由高科技来帮助我们，是方便多了，但是又是有几个人来讲经？这个事情难了。利用高科技作为工具，
传播的人多啊。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许许多多众生先入为主啊，几个人闻正法肯回头，又有几个人能说正法，难了。正法在哪里？正法在心正啊，心正行正法就正啊。虽然是同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同样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心不正，行不正，把这个经全部讲邪了，经的文字一个字没错，啊，他讲解的似是而非也，说错了啊！啊，说错了，没有人能够发现，没有人知道他错误。啊，这叫邪思说法，在现在很多很多啊，利用高科技传播，利用卫星网络传播啊，这些东西我们也接触过，有人跟我讲网络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复杂，这些内容都是食物，不仅不是普通的食物，极端的食物，所以《新旧约全书》《古兰经》都说到世界末日，而且说这个世界末日，这个时间距离我们非常接近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末日的这一个时段当中，啊，照他们的说法，是从90年代起，啊，到2000，啊，大概20几年，2000年20几年，我们中国人讲一世啊，30年叫一世啊，啊，这30年当中啊，是世界末日啊。而世界末日的征兆，普遍的呈现在我们眼前，我们能不觉悟吗？啊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看到众生遭这样严重的劫难，哪有不帮助的道理呢？啊，但是佛所帮助的虽然普遍，真正得受用得利益的有缘之人啊，就是刚才讲的能信
能解、能行、能证，这有缘之人呐、啊！啊，佛为他们现身说法。再看、啊、幕后啊这一句：“龙吟大日精进迦楼罗王，得普入一切众生，莫生行智。”谢他们。清凉，在这个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：众生莫生，皆由行业。啊，莫是死，就众生的死生。啊，你看看人家经上，他不说生死，他说死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生死是一个阶段，从生到死就没有了。死生是活的，死了以后又生。啊，是永远在循环而没有中断的。啊，我们中国儒家也讲“物有终始”，他不讲时终。啊，你看一年四季的运行，他讲终始，这终就是开始。啊，这是说明啊，永远生生不息，循环不断呐、啊。啊，一切众生在轮回里面呢，佛家形容叫生死疲劳。啊，从来得不到休息。什么原因呢？行业。啊，行是行为，就是造业。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造作，这行为呀，啊，行为迷惑了性德。啊，造作一切善恶业。你造善业，三善道轮回；造恶业，三恶道轮回。总是没有办法处理呀、啊！啊，这是龙吟大目金睛菩萨，啊，普入一切众生，莫生。那就是普入六道啊，他在六道里面舍身受身啊，行智解脱。你看，这是菩萨就成愿再来了啊。注解里面，清凉大师讲：佛生死智，方能普入。众生是生死业，佛菩萨是生死智啊！智是什么？不迷呀、啊，所以他来实现的啊！智的化身是自在的，虽示现在世间。决定不染世间法啊！换一句话说，诸佛菩萨的心永远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啊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决定没有丝毫改变。所以他自在，这叫真实智慧。无量寿经，佛教导我们，
助真实慧，啊，助真实慧就是这十个字啊。啊，可是我们凡夫呢，恰恰相反，我们凡夫助烦恼，不助智慧。啊，什么是烦恼呢？这十个字你想想看，不成。不真不成，烦恼啊！不平不等，烦恼啊！不清净是烦恼啊！没有智慧是烦恼啊！没有慈悲心是烦恼啊！那就是反面就是嘛。六道凡夫住这十个字的反面。所以生福是一念之差了，一念觉凡夫成佛了，一念迷那你就永堕六道。啊，这修行修什么？实在讲很简单啊，就是这十个字，你真正能够保持得住，啊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，决定不会更改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你看看凡夫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这个恰恰相反。我们菩萨的时候，做正面的样子给凡夫看。法必须契机啊！现代这个社会，一切众生犯的些什么毛病？你明白了，了解了，你就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了。啊，经典文字是相同的，讲法不一样。啊，讲的方法是合的，完全应机。啊，现前社会众生迷得太深了，迷在物欲上啊，啊，起心动念怎么样计算？物欲的享受，啊，被五欲六尘迷了，迷得太深，迷得太重，他不能觉悟啊。我们帮助他，必须要做出跟他完全相反的行为。啊，世间人争名，我们所实现的不争名。啊，世间人争利，我们表演的散财啊，要做给他看呢。啊，世间人纵欲，我们做出节俭收敛，然后在果德上
他自己能看到我们生活快乐，他生活得很痛苦啊。我们展现的大自在，让他慢慢的看，时间看久了他会觉悟到了，人家生活过得舒服，过得自在，过得很快乐。要有实际的行动啊，去影响他们，帮助他们回头，帮助他们觉悟啊。所以我们对于众生行业不能不知道，啊，对于佛陀的智慧不能不知道，佛陀的智慧就是自己自性本具的智慧。啊，我们从佛陀教化了。增长我们自己的信心呐！啊，我们每一个众生呢，有佛陀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能力，同样的向好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是自性本具的。啊，华藏世界的美好不是外面得来的。古人比喻说，那是我们的老家，一切具足啊。老家是讲的性德，自性本具的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搞得成这个地步呢？迷失了自信啊，性德本具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啊。佛菩萨慈悲呀，为我们示现了，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。我们听了是半信半疑，还有完全不相信啊。半信半疑是现在学佛的人，完全不相信的那是佛教以外的，根本不相信佛教的啊。我们对于根本不相信的没有办法度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自己半信半疑，所以不能感化他。我们自己毫无疑惑啊，那些不信的人呢也就变成半信半疑啊，得提升他们啊。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做不到啊。这是佛家常讲啊，自己没有得度，要想度别人呢是无有是处啊。这话是真的啊。所以了解啊，现前这些众生的状况，了解还不能了解局部啊，我只了解新加坡东南亚这个地区众生状况，能不能度他，能不能帮助他，不能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受大环境的影响啊。大环境是整个地球啊，今天要帮助苦难众生，我们必须具备的常识，最起码的常识，对于整个世界历史地理人文总要知道一个大概啊。
过去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老居士常常勉励我们，弘法利生的要通世出世间法，通世法其机，通出世间法其理，理机双其才能度化众生。这两桩事情都难，切理标准是要明心见性，没有见性之前，决定要遵守古人的规矩。古人是什么规矩呢？随顺佛陀教诲。这就是我们的经典了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以经典为标准。经上叫我们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，叫我们不能做的，我们就决定不做。随顺佛陀的教诲，这是没有见性。果然能够这样做呢，我们得做出来的这些行业呀，跟见性的人呢差不多。我不认识路啊，你在前面走，我跟着你走啊，我跟你走的是一条路啊，你在前头，我在后头跟呢，不会有差错的。如果不肯跟，要走自己的路，那麻烦就来了。所以到什么时候可以不要跟人家别人走呢？自己明心见性的。不需要跟，虽然不跟，你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跟佛讲的是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佛佛道同，真正见性的人决定是佛佛道同啊。分正佛不会走错路，这靠得住了。相似佛要不跟，分正佛还会走冤枉路。纵然他是路走得不错，但是走得很远，迂回，走很多冤枉路。六道里头决定走岔路。走错路了，那受苦受难呢就多了。所以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多么重要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常随佛学。这没有见性的时候要常随佛学。见性之后还常随佛学，那是做出样子给没有见性的人看。你看人家见性了，还依照佛的经典去做，那我们没有见性的人更应当跟随了。他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。这是讲菩萨阿罗汉。这历代祖师大德们，他们做榜样给我们看
没有到究竟果位，决定不能放停止学习，不可以的。啊，古人所谓活到老学到老，学不了啊。啊，在佛门里面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没有一天呢不再精进努力求学。等觉菩萨显示的还是勇猛精进，不学怎么行呢？啊，到什么样的果地才真的就不要学了呢？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这是不要学了，没有东西好学了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必须要认真努力求学啊！我们不学怎么行啊？世间圣人，在中国以孔老夫子为代表啊！你看孔夫子自己叙述的，他十五岁游志于学，啊，那个志是立志啊，立什么志？求学，一生都没有停止过。啊，到七十岁还祈求，如果老天爷能让我多活几年，还想学艺。啊，看看人家那种发奋求学的精神，不是给我们做了榜样吗？啊，绝不是说啊，孔老夫子，你的学问道德可以了，不必再学了。啊，儒家所讲的学问，跟佛法没有两样，所用的名词不相同。意思完全是一个啊，儒家的教学，大学是孔孟学说全部的纲领啊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知遇之上啊，明明德就是佛家讲的。明心见性啊，在清明就是佛家讲的四摄六度啊，总的目标至善的圆满的善的啊，明心见性是自行的至善，四摄六度是清明的至善啊，这是三个纲目提出来了啊，后面跟我们解释知止而后有定，那个止是什么？就是止于至善。你真正知道止于至善，你的心定了
啊，内不生烦恼，外不受诱惑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求至善，你的心定了，定而后能安呐、啊，身心安稳呐、啊。自在快乐啊！啊，安而后能虑啊！啊，虑是什么呢？就是佛家讲的怡情啊。中文常讲小怡则小悟，大怡则大悟啊！啊，那个虑不是思虑，是怡情啊！啊，虑而后能得，得就是开悟。这是讲厚德之、啊、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是慧能讲的长生智慧、啊、这个德就是长生智慧，它跟佛家讲确实是一样啊，不是两样啊。啊，我们看偶业大师解释那个四书的注解，全是佛法啊，用佛法讲四书啊，啊，讲的比儒家的这个历史上这些大儒啊讲的还要透彻，讲的还要高明啊。偶业大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，我们学会了这个方法，我们可以讲所有不同宗教的经典啊，用他的经文讲的全是佛法啊。欧耶大师重要的启示啊，啊，我们没想到 啊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。大学他解释这两个字，解释个大字，跟清凉大师讲大方广那个大的解释完全相同啊。这是我们不可以疏忽的啊，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啊，然后能够贯通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能够贯通所有宗教学术，我们才能应付得了这个社会啊。邪法到我这里来都变成正法，正是所谓邪不敌正。为什么不敌正？遇到正法，邪法全归正。啊，没有正法，邪法能起作用；有了正法，邪法就不起作用。啊，那么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是业力投胎到这个世间来的，啊，真正发心，啊，这从前李老师教给我的方法，至诚感通。啊，这是他老人家常说啊，要想通达事出世间法，做不到啊。啊，做不到，看到世间人这么苦，自己这么苦，啊，看到别人这么苦，想帮助自己，想帮助别人。怎么办？
只有一个办法，求感应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世俗人讲的求佛菩萨保佑啊，求佛菩萨加持啊，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，怎么个求法呢？求法有求法的道理，有方法，如理如法的求，求一定得感应。啊，这个里面理论的方法就是在真诚，真诚到极处啊，叫至诚的，就感通。啊，这个是老师教给我的方法。啊，我在一生当中自行化他了，都守住这一个原则。啊，决定不能离开真诚，离开真诚就是虚伪，虚伪给谁感应？给妖魔鬼怪感应。跟佛菩萨感应道教这个路就断掉了，决定要真诚啊，一定要努力精进，绝不贪图自己的享受，一切为众生，稍稍贪图享受，你必定就堕落了。这个道理一定要很透彻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要把握住分寸啊，决定不能放逸啊。不可以宽恕自己，宽恕自己就坏了，宽恕是对别人的啊，要原谅别人，要宽恕别人啊，对自己决定不可以啊，凡是不能成就的人都是宽恕自己啊，所以古德教给我们，对自己要严格，对别人要宽恕啊，这样做法就对了啊，原谅别人的过失，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，我们才能走出一条生路啊，才能走出六道轮回啊，凡是不能够宽恕别人，不能够原谅别人，都是造极重的罪业啊，与众生结冤仇啊，障碍自己的性德，六道里面生生世世受不如意的果报啊，所以清凉在此地讲的，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啊，我们要想想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实际上他说得很清楚了啊，六道轮回是由于行业啊，
要想脱离六道轮回，一定要开智慧。智慧开了，不但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也能够帮助别人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首先是大苏吉利菩萨以无着无碍眼观察众生界，到最后这一段，龙吟大日金菩萨得普入一切众生生死大海，行智慧也，帮助一切众生解脱。我们从这个一头一尾，你看看它互相照应的。我们要想真正的成就，首先无着这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。无着就是不着相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三种大障碍，我们首先从哪里下手呢？从不执着，从这里下手。稍有执着就错了，首先离开一切执着，破烦恼障；离开一切分别，破所执障。断一切妄想，破无明障。儒家讲啊，知所先后，则见道也。我们要晓得从哪里下手。执着里头最坚固的我执。我们的这个三种障碍牢不可破，实在讲呢，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所以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解脱。但现在我们晓得说，是从我执下手。我常讲的更清楚、更明白，从自私自利下手。把这个念头转过来。起心动念都是利益社会、利益别人，不要想利益自己，把这个念头转过来。这是根本，这个第一步的关你突破了，往后啊就容易多了，头一关最难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